已经讲了第四次，已经讲了第四次，也不是十九年了，也不是十九年了，他就进入在这个从大概再往前走，这个隧道，这个是2700多年前，这个有多老？在隧道爷爷，好棒啊！我们在走水道，哇！吴太太，什么样的感受啊？哎呀，像天堂里头的感觉啊，天使在抚摸我的脸。真的是你太幸福了吧？太幸福了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幸福呢？上帝用什么按摩呀？用杰斯的。杰斯的。媒体霜，哎呀，好舒服哦！绝美的手法真的是不是一般的，那么露的手，昨天死海泡过的那么细嫩的手，